的状元。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；水不在深，有龙则灵。水这么浅，你哪有灵呢？那灵，拢嘛是伫个海的中央啊，这浅，你哪有灵？当然有啊。你是什么人啊？我是这边的土地公啊。你是这土地公？看起来敢那有神哦。啊，那恁看起来，山内底真是有土地公，有神仙哦。好好好好。啊，唔过那恁讲起来，啊灵灵，这水这么浅，哪有灵啊？当然有啊。不过200年后，这里就到处都是龙了。200年后，到处家都是有灵哦。哈哈，不只有龙，连太空梭都有呢。下面有这太空梭，就是可以带你飞上天的。哦，你的意思是讲，刚才真像地魂，啊，天门教母安尼哦。未歹啊，啊，唔过哦，就是讲啊。还得200年后啊！啊，200年后，我袂当等遐久啊！公子，别着急，我现在就送你去。你准备送我来去？有影无影？哎，这边哪有可能啊？哎呦！嘿，啊，你准备讲白啊？真是有影搞，变来这二十世纪的呢吼！你看，连我的衫哦。拢变作时装诶，啊！你200年后进来去，你来去看灵，啊是讲，这个所在是要对位哪有灵？你是要对找啊？这边遮，遮是山，遐土啊，遐有一个人伫啊，咱来甲问看卖啊。江湖姐，江湖姐。哎，先生江湖姐，我自我介绍，我叫做陈哥。啊，陈哥你好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啊，请问一下啦，听讲恁这深山来来，正讲有饲粮哦？有哦，我饲足多粮哦。正是有影有粮哦。有。啊，敢有迄个什么太空梭？有啊，你问对人啊。嗯。我太空梭嘛是真多哦。哎，太空梭还是写作安怎啊？哦，你看咧，我带你来看，看真正哦，哎，真正爱新青的。这是啥？叫做青蛙装啦。青蛙。嗯。哎，有影有生青蛙就对啊。真奇怪，我是要看灵的。在看太空梭呢，啊，唔是要掠水鸡啊！太空梭是伫倒？伫倒位啊？遐啦！哎呦！这是有只太空梭？是啦。啊，伊这敢会飞去飞天顶？无啦，这拢在水底咧游的啦。这个唔知出来讲白啊吼，人家讲的。伊讲哦，什么哦？这太空梭哦，啊什么哦？敢就是你天门教母飞去天顶？哦。乌白搞我骗！哎，他你讲白啊？我在这里啦。啊？在遐啦。哎呀，哎，他你讲啊？哦。啊，你那刚才在刮刮鱼啦。不欢喜，哎，跟你讲啦，哎呦，跟你讲白啊，啊，你嘛无意思，对不？你阿讲什么太空梭哦，什么飞天顶，啊，这种鱼啊，太空梭是一些养鱼的玩家给他的外号啦，啊？那伊讲的是真实的啊？对啦，伊的外号就是太空梭啦，伊的外号就是太空梭啦，哈哈，好加载，好，我。我大家到伊里啊那无哦，你有睇见来拍下的。嗯嗯，啊，讲这个鱼啊吼，你话伊个嘴吼，敢那啊的嘴哦，啊伊个鱼啊敢啊去飞进出来。无啦，讲这个鱼啊是出山地去看那啥，伊个学名吼，我都子午鲟，啊买当公鸭嘴鲟买晒。哦，鸭嘴鲟哦，这鱼啊看起来真肚味哦。是啊，哎呀，陈哥，我带你来来钓下看麦。头家明雄兄弟在讲哦，有来这个所在啊，山泉温度较低，水质好，水源真丰富，甲这边来自加拿大的鸭嘴鲟呢，生活环境啊真相像啊，所以讲真适合着饲这种鱼啊哦。目前伫个台湾啊，饲鸭嘴鲟的人是无几个哦。来，看住咧，太空梭，加，来啊，你啊，太熟啊，你的头向遮，啊掠着，哇，有，哇，
挂件挂件。哎，来。哇，阿水阿水。哦，来，走，阿叻。阿水，没关系，阿叻。喂，你喂你干啥？哇，你看，太空梭啦。嗯。啊，遐水是几号？对啊，遐水咧下下水。哦，我当作是，那是虾。所以吃的是这个方向，你吃。哦，吃是安尼，有在吃。所以拢吃不了。我记得这吃过久啊。哦，这尾已经四年了。哇！因为这是小型鱼啊，伊袂讲偌大尾。啊，这上大条啦。才五斤就足大尾。才五斤。哇，安尼是这侪年，这只呢价值啊偌济啊？即马目前这只是无咧吃，因为单价足悬，所以吃怕算。即马拢咧卖水族馆。在做观赏鱼呢？哦，拢有人观赏的。啊，这鱼啊，甲一般无同，爱看足水安尼。另外，佮一尾安尼，佮咱水族馆佮咱买，就爱一千块。敢来一尾哦？嗯。哦，这有影有水就对啊。哦吼，你看到？这阿姨，鱼尾，阿姨尾就是龙啊。龙，我别讲，阿姨龙，人家是安尼，佮发烧安尼，水尾安尼。啊，这是龙啦，啊，这是水底的龙啦，水底咧饲的龙啦。啊，我这有做什么龙？哦，这就是寻龙鱼啊。寻龙鱼，哎，你出去讲边啊吼，伊甲我讲哦，叫我去找龙，看到寻龙，我就叫我来看这啦。安啦，就是叫你来看这尾鱼啊啦。哎呀，我有爱买，迄饲偌久啊？哦，迄是17岁啊呢。17岁，你讲伊是17年啊？17年啊。哇，啊这是啊，这卖吼，无啦，这要做证的啦。啊，这卖是17年前引进入来的时阵哦，特别留落来的，特别留落来。头一批嘿，咱目前台湾拢搁从国外进口，本身有无鱼证，所以这是我特别留落来的。啊，这目前多啊少啊？哦，这目前我咧留16尾尔。哦，这做证就对啦。是。哦，无简单呢，寻龙鱼，我找到啦，寻龙鱼。林永兄呢，会当讲是全台湾上早饲寻龙鱼的人之一啦。这寻龙鱼呢，伊的皮啊真厚，含有丰富的胶质甲胶原蛋白，肉质幼又阁无鱼刺啦。听伊讲呢，是慈禧太后上喜欢的，是一种经济价值真悬的鱼种啦。这位林永兄呢，伊饲寻龙鱼啊，已经有17年啦。目前应该是全台湾饲量上大的人，伊的撇步啊应该真多。今仔日呢，就好好来了解一下这尾。我好叫做帝王鱼的寻龙鱼哟、哦，360行，行行拢会出状元。啊，你看，看这几种啊？咱今仔日分大细尾。安个分咯？嘿，伊内底有15公分，迄个有25公分，再加分2公，像这拢25公分至30公分中间啊。嘿，较细只，较细只。嘿，是。啊，这大只，这只。这大只，迄算大只。这只。嘿。哦，你看，金龙鱼啊，哇，这算大只的啦。还算大只的。安尼哦，啊这偌久了？一摆啊？一个月要分一摆。哦，一个月，啊，唔着搁咧。一骨来去分，一骨来去分安尼哦。啊，到尾啊，规个互伊大个做一骨，拢总爱分几摆。时间咱会当卖，大概爱5摆。伊若我互伊一斤来啊吼，伊个差别就变足大。你遮拢总有几骨啊？我拢总遮有11骨。啊，来就一骨嘞，一骨啊，遮拢偌济只啊？18000尾。今仔一骨就10万。是。哦，我大细尾甲算算起来，袂少尾哦。大细尾大概9万尾。哦，9万尾啊。我内底有。10几斤的，有10几斤的，啊嘛有3两，有5两的。哇！林永兄在咧讲哦，这寻龙鱼啊，伫咧细尾时阵哦上险啦，因为哦，迄细只鱼啊大咧真紧，但不过啊，有一寡抢无饲料哦，食较少的，就会大咧较慢啦。所以呢，过一阵啊，就要将因甲分落开饲养啦。一只啊，将近差不多20000尾，爱费一天的时间才有法度通去分完啦。哦，你莫看安尼掠过来掠过去哦，敢真就真简单嘞。我的手我的腰哦，是等甲将近要发救命啦。好个在呢，明雄兄伊在咧讲哦，这个工课啊，就交员工去分就好啊啦，别带我去做迄个较好耍的工课啦。这是什么？不是，这不是新龙鱼，这是香鱼。香鱼哦。是。啊，你新龙鱼都饲啊，现在还搁饲香鱼。哦，
那当然这香鱼吼，就有一个历史。我三十多年前吼，就按香鱼开始起家，因为当初咱台湾无这尾鱼啊，这尾鱼啊是按日本的琵琶鱼进过来。哦。哎，去饲这尾鱼啊是一个渊源。较早日本，就那个日本时代吼，老，阮老爸是日本人老朋友，伊常常每年拢来找阮老爸。坐台车找的时候，啊，你这水质很好，你怎啊买落饲鱼啊？我讲阮饲鱼就外行。啊！迄老爸迄个日本朋友讲，这日本的孙啊，全咧饲香鱼。啊，我才去啊，去啊，甲伊住半年，落去甲伊安尼研究啊，落去学习。啊，迄个时阵，这敢拢死啊？起码这迄阵行动啊无意思啊，因为拢干嘛呢？当初嘛无资金嘛，嘛是安尼，真好打啦。这借3000万来创这鱼子啊。3000万呢？嘿，3000万，3000万你爱借的，啊，敢来做这？但我运气也袂歹，两年的时间就做这3000万，拢我来赚得。哎呀，你袂歹啊！啊，饲这香鱼都袂歹啊！啊，你哪会讲这个呢？哦，那金龙鱼遐地啊，这比较少。因为这十多年来吼，这尾鱼啊吼已经生产过剩，所以讲价钱拢翻了。所以我咧十多年前我就开始专营落去大量的金龙鱼。哦，是安尼哦。嗯。哇，这唔敢这个。啊，你过来，你过来。你过来，是啊，你过来捉鱼哦。你过来捉鱼啊？嘿。那一年啊，我有早起时间了，我你可以回去。卖我的，还没吃，也未使呀。腰酸的，对不对？腰酸的，来哟，来哟，哇哇哇哇哇，哇哇哇，哎呦喂呀，你看，哇，你的青椒，还要用青味啊？就做热烈，啊，所以那起起不一样，就有成就感。哦，壮观的。好啊，阿你也吃饱。诶，一天啊饲三摆，饲三摆哦。是，阿你第二摆咱再过来。好。阿是讲哦，嘿，阿你土地遮尔啊宽，阿你这弯你嘛无你做者较宽咧，阿你这拢爱安尼慢慢行，慢慢行，你安尼看这下都会戆呢。就咱的鱼场吼，你起码你若弯做较宽，咱遐鱼会当时栽培真方便。啊，但对阮来讲哦，阮就。所以就是终身的行业嘛，所以阮咧行也真顺利。啊，你习惯啊啦，习惯啊，对啦，嘿。啊，我未习惯，我行这哦，我阁有惧高症的。哦，啊这个脚真无好势，这声就是，是人，不是，迄个人是鱼啊，是鱼啊是人安尼啊。反正你爱加行几只，我看那一项工作吼，你若平衡感无好吼，你会愈歹做事。奇怪啊，你这咧清单拿来，咱拢做安尼啊，我多我。啊，这就是平常时爱训练啊，所以看见你爱加行几抓。好，我慢慢来行行。好，平衡感啊，是。好，这我可以。好，啊，无这边来较重，啊，我来边动头筋。好，哎，行几抓。好，我带后边保护你。啊，等下要再行，要再加强保护。对，迄较悬哦。嗯。哎，站，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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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站。俗语伫咧讲，天助自助者啦，一点啊都无唔对。明雄兄呢，伊当年凭着一份唔认输的勇胆，以及着努力学习，对一个唔捌饲鱼的门外汉呢，成功来饲出着香鱼。这种勇气啊，实在是令人钦佩啊。也唔过呢，话阁讲倒转来，哎，饲鱼啊哦，甲平衡感，到底是有啥物关系啊？我们家上心咩？是，啊，我们家。
早在叔叔有念过，嚯、哦，真系卡手无卡溜俩咧吼，两三下就下去与龙共游啊啦。听朋友兄弟咧讲哦，因为呢，这群龙鱼啊，真注重水质，所以讲啊，伊用活水伫咧饲鱼啊。好加在哦，这个乌来山区的泉水丰富，伫遮呢饲这种鱼啊呢，环境是真适合的哦。诶，安尼听起来吼、哦，饲这群龙鱼啊，敢若亲像免什么功夫咧？好、哦、简单呢，哦，我看你咧鱼啊吼，啊饲到安尼都有经验的，啊，咱那饲到遮尼好啊？讲诶，即尾鱼啊吼，嘛是一段吼，真放心诶往事啦。哦。即尾鱼啊，是按国外引进诶啦。哎哎。所以咱引进诶呀，咱也无地问。嗯。哦，啊有唯一诶，就是去甲产地，哦去甲伊清白。嗯。啊，当初初时饲诶时候，饲无五趴，哦，伊真了真了足侪，学费交真侪。真较无经验着对啦。是。伊诶人情咱较无了解。哎哎。无像讲像即卖做甲咱其实拢无问题啊，即卖拢饲甲到八成。三分天注定，七分靠打拼，爱拼啊才会赢。林宏兄笑笑在咧讲哦，伊无读过什么册啦，如果呢无人通去请教，对5%到80%这条路，伊呢行甲真辛苦啦。即卖伊不只是讲饲鲟龙鱼、香鱼、鳟鱼，连大闸蟹呢，就饲甲咧肥肥肥啦，真正是无简单哦。也唔过哦，我看伊的鱼池啊，甲别人敢若无啥同款呢。哦，我感觉恁这池池啊吼，甲别人拢无同款哦，真趣味。你看，我会当夜日，哇，这种大屁平啊，啊，搁有网啊，哇，你是按什么规律甲藏起安尼哦？啊，是安那搭遮侪屁平啊？哦，我当初会搭这平的原因哦，就足侪人来遮放粪鸟。放粪鸟。啊，对，我有时伫遐边放粪鸟，结果粪鸟会排泄物哦，我惊造成讲这鱼的病变，所以我才搭平啊去啦。哦。我也才知影讲，哦，我唔是干那鸟仔传染病，我会当撇咧。我讲地候鸟，冬天候鸟，我嘛无这个问题。哦，啊，过来酸鱼拢无影响，所以我的防止变讲我的鱼仔足健康，无一寡病变的问题。人家是为基田呐，哦，为山顶来，你这样子啊，咱咧流水咧，是咱在咱是什么鱼，什么鱼啊？哎，为什么那人要甲饲多几落鱼？我的土地地形是安尼，如何安尼？嘿，啊，所以讲我住安尼，车多安尼住安尼，水流的拢会做好，啊，我也真好管理。啊，不过你那大安尼哦，人家普通鱼一般来鱼池啊，无拢爱清鱼池啊，啊，来个拍灭，或者是爱个甲消毒啦吼，去日晒啦吼，啊，你看卖起来，你就日后就拍袂掉啊。因为我的水源来源吼，像中央山脉来，原始拿来的水是山泉水，所以根本就无其他什么污染的问题。啊，阮即卖来鱼池啊，比如讲鱼啊掠沙了要清浮啦，咱新北市有阮的农业少量种咱这种唯一的用药，叫 BKC， 就是用洗鱼池啊用的，这是合法的用药。啊，唔过吼，我看你今日哦，哦，用得真好，啊，搁看见也开袂少钱哦。是啊，嘿，但是这还不是开上侪钱的啊？我开上侪钱的是台湾唯一一套，按挪威礼拜，是挪威技术来甲安装的氧气机。啊，那么奇怪啊！你这是拢活水啊，对吧？干净落来的水，啊，那就搁再去拍氧气。我这氧气机哦，是我救命的用的。嗯。因为咱台湾每年拢有风灾，风灾若雨落大的话，咱的溪门的水有可能会落。哦。所以说，只要我若看到水在变浅，我就救起来，我氧气水就运作落去。我会当十天拢无进水，拢袂要紧。哦。所以讲，饲啥物鱼啊，拢有法度成功的原因。哇，啊，迄条就爱遐贵啊！哦，我这条开3-4千块的代志。那咧讲严，就咱台湾敢有别人去用这？当中台湾干呐，我有这组设备的呢。安尼哦。是。哦，啊那安尼有影开真多了对啊，本钱真多。哦。啊，但是我安尼饲啊，我足安心啊。哦，对啦，对啦，有影，有影，有影。俗语伫咧讲，树头若顾好栽，唔惊树尾做风台。饲鱼啊呢，上惊就是水质伫咧短时间内悬浮物啊甲溶氧量伊变化伤大。另外兄伫咧讲，甲银行借钱啊，会当慢慢啊行。
那若是讲鱼啊死去，这十几年来的心血啊，就拢乌有去啊。所以讲呢，伊对设备的投资拢想甲真周到啦。也毋过哦，亲像伊安尼哦，遮尔啊有勇胆，心中又搁遮尔啊强的人哦，真正哦实在是找无几个人啦。抓这尾鲟龙鱼啊，有影是真简单啦。也唔过啊，遮尔啊大尾鱼啊吼，迄市面上敢若亲像真少看到咧。牛兄伫咧讲，因为鲟龙鱼的肉质啊真幼，所以讲呢，真受日本料理店的喜爱。而且呢，人客订偌济，爱就掠偌济。听讲鲟龙鱼啊，伊的沙司面食了煞脆，又过会特制哦。这是咱鲟龙鱼的沙司面啊。哎，是。咱这种。正水鱼啊，是真少，敢若有做沙司面哦。因咱有真好的水质啦，吼，拢山泉水，所以讲阮这生鱼片已经卖十多年啊。啊，一向食拢大拢真啊，真顺利。吓，安尼我啊，真有嚼劲的，来，我先食一块吼，去遐注意安尼。好。嗯。足 Q 的啊！啊，若有食起来真清甜哈。嗯，有迄个咬劲安尼吼。看，有啦有啦。啊，佫有咱这个好清蒸的。是。啊，佫有这是咱的干煎。诶，干煎的。啊，佫有这个，诶，啊，这个是啥？这是中的软骨，都是脊椎骨啦。啊，阮都甲切片为止。哦，莫怪哦，你讲吼，啥物回家都可以食用，都可以食用的，这样子管理。我做啊，跟他看家唔着看足久的咧吼。阮两个伫遐哩无闲的时阵，你就开始遐看啦。好，这个汤就爱两点钟。哦对，哇，啊这个汤这是养生汤，这妈妈你今天一碗。这个哦，对，这个东西。这是属于软骨啦，是头骨。头骨的部分。哇。啊！你这胶质啊，你做搞，哇，你要明白，哇，真，他是我说啊，不简单呢，啊，这料理安尼哦，你是去对学的，你哪要煮？因为阮家是亲戚，拢在做中埔西，啊，当然有甲我指导一下，吼。啊，过来就是讲，因咱的物件鲜嘛，吼，拢现捏现煮，所以讲尽量做原味，比如讲清蒸啊、生鱼片啊，吼，啊，干煎那个骨头甲这个汤安尼。啊，汤嘛是慢慢来研究，来煮讲，可以安尼骨头煮哦，弄互人去食的，都啊，食到迄个胶原蛋白，再煮。简单嘞，你看嘞。
啊，你饲个鱼啊，干来鱼鱼啊遐多，啊你啊你啊你，哦，安内是讲要开餐厅，我着当时少年时着做咱山地。我有阵时啊，我伫个电视上啊看到个吼，是一个鱼场，要斗帮忙安尼样。有时啊人啊有阵时啊，干来讲去山地去住啊，啥物哦，啊对啊，嘿，啊佫去甲挨转来，去甲带货，迄条较无简单个吼。啊，所以讲吼，有当时啊出任务吼，转来要慰劳一寡咱个兄弟啊，所以是这个因缘之下吼。在开这个小小的餐馆啊，啊，家己所在可以敢做啦。啊，算作人家大家敢煮一下饭吃吼，人家说是要慢慢慢慢，大家拢会来。安尼好啦，安尼好啦，啊，祝福恁吼，愈来愈好安尼吼。谢谢谢谢，黄大哥，谢谢谢谢。啊，讲讲我嘛是，啊，也去吃呢。哎，慢慢吃。俗语伫咧讲，好心有好报啦，天公伯啊一定会疼我啦。初初看起来呢。明王兄拢是凭着心中比别人较大粒的戆胆，想到就冲落去做。也不过呢，这一天下来，我感觉到伊唔惊困难，苦心学习的打拼。即卖呢，伊佫开始要研究有台湾口味的鱼子酱，祝福伊会当呢关关难过关关过，研究出有台湾口味的鱼子酱哦。三百六十行，行行拢会出状元。